1月22号，香港女星彭丹作为政协委员参加了甘肃省政协会议。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彭丹对这样的转型表示，希望能来甘肃做一些投资，多拍一些甘肃题材的影视作品，尤其是主旋律作品。香港演员彭丹因早年多出演性感裸露的角色而被归类为艳星，因身材出众，有 36F 而有波神之称。此后他更是凭借着傲人的身材获得了华裔、亚裔、中国小姐三项冠军。擅长一字马的他在之后与任达华合作的《红灯区》中一炮走红。而近些年彭丹主要在中国大陆发展，一改走演技派路线的他更是希望投拍的主旋律电影将是他个人事业上的一个提升。由娱乐播报整理报道。上百位搞笑牛人带来属于网络的欢乐才艺，这是优酷为您带来的《我是传奇二欢乐起》。